I'll shake. Hello， 我香香。今天呢，我们的 Trevor 呢，要跟大家看一下他的新造型，还有他这边身后这台车呢，是他的新买的超跑法拉利。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哇，超级漂亮！这次 Trevor 呢做了不太一样的改变啊，那个头发长出来了，年轻的20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穿着呢非常的绅士，哇、哦，看他的车子开得好快啊！那我们这次要去的地点呢是在这个隐私的豪宅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穿过去啊？哦，这是私人停机坪是吗？旁边还有可爱的小矮人啊，门口两个小保镖，不是保镖，他们是欢迎我来的。OK， 然后这里是接待人员。哦。这里过去吗？啊，它也是透明的玻璃是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OK， 我们的那个保镖的头头呢，在跟他的助理在聊天呢、啊。一进来就是一个打麻将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这个电吉他。哦，有酒吧的。哇，等一下。我刚好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等一下，我们看背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看背影就好了，看背影就好了，看背影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哇塞，完全没穿啊，这样怎么行啊？这我不敢转过去了，我们绕过去了，好不好？绕过去，绕过去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过不去啊？明明有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过去再。好的，好了，这位太太，这个是我们的厨房的小姐 ，OK。然后这个下面可以通到，我看一下，可以通到哪里啊？喂、欸，我为什么这样？一高一低的，哦，看起来还可以再下去，哎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这里，这个女生是谁啊？这好面熟啊，她为什么穿这样？哇，这个 view 真棒啊！戴着太阳眼镜看，哇，这个好享受的感觉啊，超疗愈的。啊，我想起来，那个女生是人造人嘛？人造人是什么啊？她是那个复制人的意思啊，她是复制人。哇，这里看过去就是不一样啊！这里应该放个小躺椅才对吧？哦，这个私人吧台，下面聚集了一些富商。OK， 然后这里是小型的停机坪，这应该是我要来的地方，应该是我应该要开直升机到这个地方下来才对。政商名流都在这个地方聚集啊！这个楼梯也太大了吧？这怎么上去啊？哦，这要用爬的。OK， 一个个爬也是可以的。OK 的 ，OK 的。看一下这里到哪边？对嘛？我就说往这边很适合放个椅子啊，这个。水从旁边流下来，那种感觉不一样。旁边还有小型的，是什么香菇啊？那么可爱的香菇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没下来，这是可以通到哪边的？这里看一下，有一个室外的庭园是吧？哦，你在拍什么？写真集啊？里面这台电脑桌呢？等一下，后面是什么？哇哦 ，Trevor 的金库哦，满满的钱。突然觉得崔菲有头发比较帅啊！我真是年轻的20岁，蛮好奇这个河流可以到达哪，通到哪边呢？我们看一下他们拍写真集，衣服也好歹摆好看一点嘛。OK， 这是他的衣服啊。然后站这边是不是很帅？感觉是不一样啊，眼镜也换一副新的。Okay, 然后这里是泡澡的地方，还有电视，哇，高级啊！这怎么下去啊 ？OK， 看来只能从外面下去了。啊，这边还有路啊！这个红色是干嘛的？紧急按钮吗？这是橡皮艇，还有独木舟。哦呦！可是我很好奇，这个东西怎么滑下去啊？跳水试试看。哦吼！哇哦！哦吼！卡住了！救命啊！卡住！哦哦哦！一直在喝水啊！哦！哎！完全不能动啊！哎、欸，我被冲走，被冲走！哎、欸，得救了，得救了，得救了！哇，哈哈哦，好惨哦 ！Oh no！ 哦，得救了，得救了！所以啊，我先游到旁边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至少发现说，它那个河流是可以，是真的可以坐游下来的。OK， 那我们这次介绍到这边了。